首先呢，跟劳工局的各位长官问好，还有关怀协会的刘理事长，我还是喜欢叫他刘大哥，刘大哥好。还有这一届的各位同学跟辅理的班长问好，还有一位国际好，还有一位那个老师嘛，叫那个解剖学的就是谢老师，问好。你好。我跟各位同学一样，我只大你们两届而已，你们第六期，我是第四期，我在职场两年了。跟你们一样，都是视障的，我是后天的。我想在座应该有先天有后天。我为什么会接触到这个案例呢？其实我在还没有变成视障者的时候，我是一个很快乐的工作者、明眼人。我从踏入社会，我从房地产一直转入到车界，从连接车开到游览车。我讲车的部分，我南征北讨，客人带了南北全身跑透透，很愉快。从来不知道是什么叫做视障这两个字，因为我讲过我是后天。我的眼睛出问题是因为我疾病的问题，我27岁糖尿病，那时候在房地产，那因为年轻所以没有重视这个疾病的可怕性，我游园一样跟着正常人这样生活，没有去控制糖尿，就这样一路下来，从房地产转到车间我都没控制，到我糖尿病提出警讯的时候是神经病变，第一次警讯的时候是神经病变，还没到眼睛吗？神经病变很简单，我的症状就是肚脐以下、膝盖以上痛到就是痛的，皮肤靠上就是痛的，完全没办法脱衣服裤子，所以说那时候我暂时有把工作停了下来。停了下来以后呢，治疗也大概治疗了一年多，舒缓，我又回到当时我是在游览车界，我又回到游览车界继续开我的游览车，载着客人全程跑透透。虽然那时候知道糖尿病引起的，有在控制药物跟胰岛素，但是因为工作上的忙碌，所以说也不是很完全的控制得很好。直到有一天，我在普里的一家饭店，当天早上起床，东西掉到地上，弯下腰捡起来的时候，我一只眼睛已经模糊了。模糊不是全部模糊，是有一块东西挡到了，我才觉得那时候以为是那个人家讲的，但我不知道那个我忘记什么名词了。我还没有想到是糖尿病的症状。对，好像以为是肺炎症，我就以为是这样。那利用另外一正常的眼睛把客人带回来，去医院检查，是否那时候刚好是农历除夕，主要医生没有。挂了急诊，看了医生，医生也没跟我讲是糖尿病引起的，已经出血，视网膜出血，他只讲说这会吸收，自行吸收。好，我就因为他的这句话，我就在那打。那工作也会觉得不是很方便，也暂时停下来，就这样一直等，一直等，一直没办法，那个血块没办法散开。医生也是跟我讲可以吸收，他不愿意动手术，希望我们自己吸收掉，就这样子拖到最后实在没办法的时候，我觉得这不是办法，足足拖了一年，我觉得不是办法，所以我想说才跟医生讲我能不能开刀去除血块。医生就说这个是没有错，是最后的选择，那也做了这项手术。那当然眼睛出血不是一只一只啦，因为那时候我们转变成两只在出血了，都要一只一只处理，就是因为这样的处理的过程，我的心情也从了顶点一直往谷底降。除了
开刀复育的期间，那包含心情是往下落，所以说自己也把自己封闭了起来，在家里面就除了姐姐妈妈以外，其他人都不想理。那家人看到我这样，也没有跟我讲什么，就看我一个人静静的吃饭睡觉，什么都没做，就好像把自己封闭起来了。那因为这个治疗过程，我如果印象没有记错的话，两只眼睛包含我封闭大概有将近三四年。哦，因为可能这个三四年我完全没有对外任何的接触，朋友也没有找，一个人关在家里面，我也不知道姐姐跟妈妈的生心理上已经在难过了。因为一个正常人变成这样，然后把自己封闭起来，直到可能也许是因为我以前的工作常常在外面跑，有还有那个因子存在，所以才让我感觉到说我这样关闭的不是办法，想出来，但是那时候我没有想这样工作，我想至少我应该可以出来走一走。自己就因为视力，那时候视力降到左眼看不到，右眼已经降到0.02。走出去有试着自己走出去，在附近走一走，结果出去是什么状况？人家在路边空砖道反弹，我给他踢下去。我整个人在路边在空砖道上栽到花圃里面。哦，那回来以后，然后全身脸部都是刮伤，手也刮伤。那回到家以后，觉得这样不对，好像要学点东西。那时候才学了白手杖，学了白手杖的操作。那跟这个教学手杖接触的时候，事实上那一只刚碰到的时候，心理压力很大。我以前不需要靠辅具动作走路的，我现在要靠这个东西在走路，感觉上心里很难克服，有点丢脸，勉强把它学会了。因为我是自己有自己住的地方，那时候是因为我眼睛跟我妈住在一起，那时候因为学会白手杖，很想回到自己的窝，那就这样尝试的回去了，回去自己的窝，然后就自己的家回到妈妈家，在吃饭来来去去走路，那又过了一段时间。想一想，也许还是有钱的基因存在，想找点事做，在那边反反复复的一直想，视障者可以做什么？其实按摩是其中一项，也学过电脑，不好意思，盲电我不会，我读书很笨，所以我选择了学习按摩，我直接找了劳工局的王小姐。跟他接触，也经过他的一些简介介绍，怎么样弄一弄好。原先我是要参加第三期，我应该是第三期的学员，不是第四期。当王小姐通知我可以参加了，我却跟他讲，我心里还没准备好，跟他黄牛了，就这样又黄牛了一年。然后那一年当中，我一样把家自己又关在家里面。那每天的生活就是姐姐不时的辛劳，妈妈不时的辛劳，姐姐每天给我送便当来回的跑，从没有一声怨言。这样过了一年，可能还是一样，我一直讲说还是一样，那个以前工作的基因还在存在。到了第四期的时候，我还是又回去找了王小姐，说我要学按摩，我想出来了。哦，因为那时候想法说，要不然就把按摩先学一学，就像技能先学一学，能做什么不想的。坦白讲，那时候心里还有个想法，把这有补助金先拿再说好了，对不对？有钱拿再说好了。等他到时候再说好，拿完了以后到底要不要做，再说再做打算。就这样参加了第四期，然后认识了现在的刘大哥，还有现在
那时候当时教我们的所有的老师，其实我萌萌进来的时候，我觉得我真的还不知道干什么，真的很像是在混日子。直到在那时候的老师当中，我相信这个老师不是很重要，就是像我们教你按摩的小朱老师。为什么会提到他？真正开始让我起要专心学按摩的启蒙老师，点破我的是小朱，是他激励我要把按摩学好。很简单，那时候因为小朱看到我那个年纪，那时候我50几岁了，然后看我整个人好像年纪有一定的岁数了，那看看我应该生活上也没什么压力。他很直接讲一句话，他那个虽然我知道他也许有半开玩笑的意思，但是我却听得很仔细。这句话我有跟小朱老师讲过，就是说他讲过一句话，你不敢啊，你不敢啊，你有这样，好像是他一直在玩的。就是因为他这句话，我当时我没有跟小朱老师顶嘴，我直接心里讲回去想一件事情，好，你既然这么讲，我就把按摩学好，我要做给你看。那时候就是读这个，所以说那时候开始专心学按摩各项技能。虽然我学习的资历程度可能不是学得很好，老师所教的也许90%-80%听不懂，但是我还是基本上我一定要先把这招拿过，然后拿到手再说。就这样，然后其实上还有一点疑虑，就是说那我证照拿到以后我要干什么？我到职场上去工作呢？事实上我还是有一点疑问，就是说好像那里的工作很低级的，好像是这样，跟人家按摩好像也拉不下脸一样，还在那边彷徨中。那也找不到我日后学了这个东西出去了我要干什么，在德浩还在犹豫，只是想说一心因为想说那句话把按摩做按摩学起来而已，其他没想。直到有一次，就是刚才有提过的户外教学去养老院服务的那一次，当时我只想着大家要去那服务，我选择的服务的项目并不是身体，就是我那时候最拿手的脚底。所以说我跟社工提出我可以做脚底服务，社工跟他们的主任接触，我 OK 没问题，我当天就做了脚底按摩的服务。也是那天当天，我要也是我日后会愿意为老人家长辈做出贡献的那一次的一位长大哥，我从他身上感受到，我决定从事这个，以后要从事这个方面为长辈无限出的付出，帮他们舒缓。就是那时候服务的一位大哥，他是警察退休的大哥，我按他按完了以后，那个主任跟我讲，这位大哥不轻易让人家按的，如果你按下去他不舒服的话他就不按了。结果那一天全程两只脚让我服务完，所以说就是因为这个小动作，我才觉得说好，就有想法，我从我赖家的老人院服务为开始，走向这个为长辈服务、社会服务这个方面的路下去走。我还没想到职场，我都还没有完全想到职场，我想走他的路。那天服务完以后，我就跟主任接洽，主任第一个讲，我叫你看我很痛。长辈受得了吗？我说没关系，那个空位我们可以试试看。就是那样，主任答应了。那时候还在上课，我是利用礼拜天过去的。那从开始一直到结束，我慢慢感受到长辈自然流出的愉快感、舒服感，
还有脸上的喜悦感，这个是看不到的，体会得出来。那也从长辈的表现知道他们真的从我给他按完了以后，他们觉得很温馨、很舒服、很快乐。因为每次去的时候，我都固定在那个老人院、那个老人院的某一个角落服务。我先去的时候，那个角落已经长辈在那边排，已经在那边排队了。然后就说：“哎，你来了，很高兴，很高兴。”这个是我从他们身上所得到的。那也因为你知道，就是从那个在学习的时候就开始服务了，到毕业到职场，进入职场，我把因为职场我工作的关系，我把时间表调整了一下，一直到刚才有提到的，正愉快的时候，正顺的时候，口腔出问题了，我去动了口腔癌的手术，还算幸运，老天爷不要我，要我继续，好像给我一个使命，要我继续做下去。但就在休息了两个月，动完以后休息了两个月，然后又回到了老人院跟职场。那老人院呢，一回去，主任跟我讲：“不要啊，不要那么早，这么早，这么快回来了。”我说：“不行，长辈等很久了。”那就这样继续在那老人服务，那也服务了快一年。很不幸，因为地不是他们的，到最后地也被地主收回去了，那些老人也各自分配到别的养老院去了。那这个老人院是结束了，那我同样的这条路还继续走，也继续找了新的两个老人院服务，继续从事这个项目下去。同样的，我在这边在服务的部分，那个也很感谢我家人的全力的支持，我爸爸、我妈、宝贝、我姐姐跟我妈妈，还有那我也很侥幸，在我同期当中碰到一个很好的知音，也就是我现任的老婆，她一样跟我走这条路，两个人，她在我们结训的时候一起加入这个社会服务方面，一直走到现在，也陪我走了两年，也陪我走了两年，就这样。这个是我在服务部分。曾经那个我之前在学习的主任问过我：“你这项服务工作多久？”开玩笑的问我，我只跟主任讲一句话：“做到我不能动为止。”有的人会讲说：“哎，你都不拿一毛钱。”曾经有社工问我：“我给你报社工那个志工津贴好不好？”我说：“不要，我不想让人家知道。”那今天因为是国庆的吴小姐跟我讲，我愿意把我这两年的经验分享给大家知道。那再者，我在讲到我结训后到职场上工作了，我还要提到一个人，就是关怀协会的，我要叫他刘大哥，我不喜欢叫他刘理事长，我还是喜欢叫他大哥。他真的是一个刚进来学习的时候，我感觉不到他的特别处在哪里，但是等我结训了，跟他慢慢在接触了以后，我觉得大哥的人真的不错，不要讲他的技术层面，你看他看起来全透透啊，透透啊，全没人说嘞，全你看他是最简单的，差别少，看他是最简单的，那个通行通达啊，所以说你不要感觉他这样，事实上他是一块宝，你没有办法尽量给他挖，他是一块宝。还有他的一些观念，还有他一些待人处事，你跟他深深的去了解的话，你会慢慢的大拇指举起来。他是我第一个在这里面老师当中两位真的
很敬佩的人。职场上各个地方你们都可以去尝试，都有你们的一片天。按摩，再讲按摩，不只是单纯维持你的生活家庭，你个人的生活，按摩是可以带给人家愉快的。看你怎么去做，不单纯是职场，还有社会公益方面都可以。职场上，你去按完每个客人，客人你按得他舒服的话，有舒压的话，每个客人都体会得到。你在公益方面，同样的，你也会感受到。不是他按摩的，讲在我的观念，并不是一项，除了是一项技能以外，更是能把爱带给大家。不是只有心态低。所以说我对按摩越来越热衷，虽然我有一定的多了两年，事实上我还在学，我还在学，我还在想办法把我的技术层面提高。为了不是想赚那个心态币，为了只是想把我的按摩的，我只能想说按摩的爱传到每一个人的身上，让每一个人去感受到这份按摩带给他的舒服，跟他的舒压，还有我的一份爱，在按在他身上。那同样的，职场我只要能顾得到，我未来的路大概可以讲一下，就是我可能是厂长。大家都会忙，我也会忙。我希望为我的长辈多做点事情。那按摩为什么还是最后还是讲的按，真的不是只一项技术而已，它的层面很广，看你是如何设定。不管你缺钱不缺钱，有没有生活压力，你可以好好的利用按摩这项技能，把你的按摩的爱带给各位，带给每一个人，甚至包含你的家人。我另外再提的就是说，我从以前的封闭，到我现在走出，到我现在到我的社会市场，到我的服务部分，我相信不单单是被我按过的人的愉快，被我服务过的长辈愉快，有两个人最愉快，我姐姐跟我妈妈。我还深深体会到我的差别性，让家人真的放得很轻松，金发起去秋往前。因为看到儿子，看到他弟完完全全的走出来。那同样的，我最后来说，希望大家能把按摩当成一份工作也好，当成一份爱的传播也好，好好的发挥这项技能，它的范围很广，看你如何去运用它。好，谢谢，不好意思耽误大家的时间，谢谢。